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阿弥陀佛。请大家合掌。我们一起声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净土大经科注，请诸位同修先开参考资料下册989页。参考资料下册989页，我们接着学习行入的第四个，大家有看到吗？行入，昨天呢只报告了行入前面三个，报缘行、随缘行。无所求行。下面呢，我们再来学习这个第四，乘法行。前面呢还没有介绍完，我们接着来看。第五行，达解三空，自利利他，庄严菩提之道。这一点呢很重要。你看，首先就讲到了我们对于三空要能够做到通达，要能够做到理解。哪三空呢？说的多一点，就是我们一般常讲的三轮体空。所以后面这个括弧啊，他还解释了一下，是指的施者。布施的人，受者就是被布施的人，以及呢，我们所施之物，三相皆空也，就叫做三空。所以，这个佛门呢，有一位古大德，他那个示现呢，就告诉我们，他那个三空就没做到，他很着相。在乎自己啊，度了多少人出家，在乎自己呢，建了多少个寺院，所以达摩祖师呢就很不客气的给他泼了盆凉水，让他清醒一下。有可能是太凉了，他受不了，他就把人家给赶走了。他不知道啊，真正的善知识讲的话都是肺腑之言。啊，绝对不会因为你是帝王，我就奉承你，我就巴结你，啊，讲一些哦你喜欢听的话，不会。佛菩萨是怎么样呢？老老实实，就是把那个理跟我们讲清楚。可惜这个梁武帝呢，缺乏善根，缺乏福德，不能够受教。所以他那一辈子没有能够了脱生死，因此这里教我们大家呢，首先要做到达解三空，同时我们还要做到什么呢？自利利他。大家看这个顺序啊，也不能够忽略。我们想要发大心普度众生之前，首先要做到。对于前面所讲的这个
施者、被施者，还有所施之物，不能够奏效。可惜的是，很多发心弘法的人呢，在这个方面呢，他就一开头头脑还比较清醒，可是后来名气越来越大了啊，信徒越来越多了，往往呢就自己啊退转了。一退转之后呢，又没人提醒他啊，或者有人提醒他，听不进去，这个就很容易啊退步。所以真正修行呢，要先做到自利。这个自利呀，我们说的跟经题相应的话呢，就是那四个字，哪四个字？清净平等。那利他呢，是真正展现我们的大慈大悲。所以唯有自利的功夫，才能够谈得上普度三根的众生，上根、中根还有下根众生，您都能够度得了。那现在我们是什么问题啊？自己都还没搞定，就要着急去度众生，度了没有多长时间就不想再度了，是不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有啊。该怎么办呢？还是要听古人的这个劝告，先修自己的清净心，修自己的平等心，先把自己的根本智证得了，然后呢，我们再去修这个后得智，不要着急。下面一句话呢，参考资料里面没有，我们把它补充进来。他说：“未除妄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故名称法行。”这个六度跟十善法，是我们每一个学佛同修都应该要很认真的来修学的。我们想要把这个六度做好，一定要具备什么？要具备真实的智慧。这是简单的把这个称法行呢做一个介绍。那大家把这个参考资料收起来，我们接着看注解855页第三行。注解855页第三行，大家如果身上有手机哦，把那个手机关一下，谢谢。好，这里就说到了，行入则有四则，其中第三为无所求行，世人常迷，处处贪求，明知为求，智者勿争，安心无为。在师父上人的讲解当中呢，他有加了两句话，那这里呢注解里面没有，是哪两句呢？悟生再念一遍：智者勿争，理与俗反。理就是道理的理，俗就是俗气的俗。理与俗反，那个反就是相反的反。行随运转，这句话呢，这里也没有。后面还讲：万有皆空，即无所希求。什么叫无所希求啊？这就是张家大师第一天跟师父上人时候讲的那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可惜我们看一下世间人呢，他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如同此地所讲的，常迷。那个长是多久啊？讲实在话，已经是无量劫了。我们在六道里面呢，
真的是迷惑颠倒，而且呢还处处贪求，这个很可怕。不光是一个地方呢，处处啊，其实还可以再加一句啊，时时贪求，这个说的不过分吧。但是有贪心就造业，造的业呢决定会有果报，丝毫不爽。所以后面就教我们了，智者务真，我们要向谁学习呢？要向这些真正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佛菩萨学习。人家呢对于那个真，一切法的真相他悟到了，我们在迷，常迷，人家是悟真。大家可要知道啊，前面所讲那个贪呢、啊、很可怕的，贪会使我们堕三途。一般常说嘛，这个贪心重变恶鬼，堕到三途要多久才能够出来？经上讲了一句话，三途一堕五千劫，长不长呢？那个劫啊，我们就把它算成是小劫吧，也挺长的。一个小劫是多长呢？人间1680万年，你就可以拿个手机要算一下，5000再乘一个1680万年。那假如堕到地狱，那就可怕了。最严重的地狱叫什么地狱呢？无间地狱。无间地狱呢也称为五种无间地狱，叫五无间地狱。那个时节哦，就更加久远了。所以我们大家真的要把自己的身口意三业啊牢牢的看好，不敢有一丝毫的妄念产生，不敢呢随便说错一句话，当然呢也要防范自己不要做错事情。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呢？那就一定要靠高度的智慧。所以这里就讲嘛，智者务真。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呢？就是为了将来能够悟真。第二句话这里没有，我们补充进来，叫理与俗反。圣人所入的这个道理跟世间人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佛法教我们不要贪，可是世间人有没有教我们贪呢？你看现在有一个术语嘛，老人讲，大人讲，甚至小朋友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动作，什么呢？竞争。为什么要竞争？就是希望自己的物欲超过一般人，其实他已经很好了，还嫌不知足。那佛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中国的儒家道家怎么样教我们呢？我们就拿佛经来说好了，知足常乐。道家的老子也教给我们一句话，这个在道德经里面讲到了，我们上次不是提到了吗？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多好。哎呀，这个两句话啊，如果我们能够始终保持住，那这一个人他肯定是一生的平安、幸福、健康、快乐，8个字就搞定了。而这个8个字啊，出世间法可以用，世间法可不可以用呢？也都可以用。所以人能够做到时时知足，他就不会受到羞辱。一个人能够做到进退尺寸拿捏得很好，他就不会有危险。所以前面讲那个贪嘛，
贪得过火了，不光是堕恶鬼了，他直接到哪里去呢？堕到地狱里面去了。所以这个人要理智，千万不能够啊，像世间人所讲，感情用事，感情用事很麻烦。那个感情用事就是佛家所讲的，用第六识，用第七识。第六识就是分别，第七识就是执着。所以这里讲嘛，理与俗反。第三句啊，还讲行啊，第三句是安心无为。我们就感觉到在这个时代目前真的是很需要安心，而我们看到呢，现在社会上几乎每一个人，甚至包括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现在就不安，心定不下来，到了晚上还怎么样呢？失眠。大家有没有失眠的现象？西医，如果要对那个病人呢治这个失眠怎么办呢？给他一瓶药，安眠药。诸位同学，那个药啊，如果您把它的成分化验之后，就知道那个敢不敢吃啊？那佛法有没有帮助我们啊晚上睡得很踏实呢？有的。怎么做到？就前面讲了吗？悟真，您能够啊把那个世俗世间法的一切道理搞清楚了，自然就心安了。所谓的理得呢，心安。那这个后面的境界就更高了，无为。佛菩萨做任何事情都能够始终保持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当然这个都是法身大师以上的功夫。还有行随运转，这个行呢是指一切万有的形状，那就千差万别的种类繁多，它都受什么来控制主宰呢？都是由我们的意念在做主导。万有皆空，无所希求。大家想一下，我们忙了一辈子，忙到最后您得到什么？这常言不是说了吗，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其实小时候我们就听过这句话，懂不懂？不懂。就算是拿个竹篮子，以前我们不是小时候买菜吗，跟着大人呢到菜市场，不就拿那个竹篮子咯，放在水龙头面前哗啦哗啦的要盛那个水，装不住，但是就没有从这个事上面呢懂得里面的人生的真相。人生到最后到死之前都是一场空，什么都得不到，但是有一样不会空，什么？就是我们大家造的业，这个不会空。您造的善业可以带到来生后世享福，那如果造的恶业呢，第二生第三生甚至于无量劫之后，将来要到三途受那个苦报。所以啊，我们要学什么？要学放下，能够做到前面所讲的这几句话。这是什么呢？这个叫做真无求。下面呢继续劝我们顺道而行，故谓之无所求行。真的做人呢、不管是哪个国家人都要做到什么呢？顺道而行。可以说呢，我们出生在中国这个国家福报是很大的。为什么呢？我们能够接触到儒家、道家、佛家的经典，又有这么多的寺院，这么多的道观，这么多教学的场所，能够使我们大家明白呢宇宙的真相。倘若从小就能够依教奉行，那将来的利益
不可思议。后面呢，再总结了：有上可见，无希求想，就是无所求行。亦无不希求想者，即于不希求亦无。的的确确，佛菩萨跟凡夫呢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人家心很清净，你看他无论在哪儿，他都可以做到呢无希求。那对于名闻利养不在乎，他甚至于还把这个不希求的想法呢也都放下了。所以才说嘛，不希求也无亦无。一法不立，是真无求也；有无希求，是无为。这个大圣经典呢，还有注解，真的是把宇宙的真相啊，都告诉我们了，也把这个自然规律呢，用很简单的话说出来，但是话简单，里面的理很深。首先这里又教我们心要清净，怎么个清净法呢？要做到心当中呢一法不立，什么都没有，我们说的比较通俗一点吧，让这个心呢空荡荡的，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真无求。又无希求呢就是无为。佛菩萨在世间，他们所作所为都称为无为，可是他明明有讲经呢，有度众生啊，弘法49年呢，像释迦牟尼佛了，怎么说他老人家是无为呢？人家是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说了49年。无希求是不住无为，不着有为，不住无为，方弃中道。括弧里面呢解释一下，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理入。所以讲到中道啊，我们中国儒家就提到这个观点，但是儒家所讲这个中道呢，跟佛家所讲的中道那又不一样了，层次更高，更加殊胜。以上名彼土菩萨平等游刹之妙德。这个彼土菩萨就是指极乐世界，所以前面所介绍的都是指西方净土的菩萨，他们呢真实的受用。你看人家真的谈得上什么大自在，从哪里看得出来？这不就透露出个信息咯，游刹，那个刹就是指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人家可以随意的来来去去。我们可不可以啊？诸位同修，您来到这个地球已经这么多年了，有没有把每个国家逛一圈呢？纵然你想去逛，说句老实话，第一个有没有体力啊？第二个很现实的，有没有钱呢？是不是？没有体力，您还坐不了飞机，还坐不了船，还开不了车。光是澳洲759万平方公里，这六大省是不是全部都逛过一圈呢？哎呀，你看我们人的可怜呐，真的不看佛经呢，不知道佛家的富贵。那人家凭什么可以做到十方诸佛刹土随意的旅游呢？他们也不用坐飞机，也不用任何的交通工具，也不像转轮圣王还坐一个飞轮，其实坐那个飞轮也蛮危险的。为什么？万一那个驾驶员他一打妄想。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那个飞轮速度很快，是不是？我们可以想象，可能它应该是音速的估计10倍以上，它才能够一半天当中
把整个那个四天下逛一圈。可是他跟法身大士相比，那个速度就太慢了。所以呀，看了这些经句，都是教我们大家，真的，您放下越多，将来得到的呢，就越发不可思议。反过来，您执着的越多，分别的越多，心里面想的越多，本能呢，就丧失的就越多。所以哪一个好，哪一个是不好，我们要仔细的衡量。那么修行成道，不外乎两种门道，气入，一个是理入，一个是呢行入。这个我们在前面呢已经了解过了。将来我们升到极乐世界，也可以像这些法身菩萨一样，到处游刹了。您可以自己一个人出去逛，也可以呢，邀请了极乐世界其他的菩萨一起出去参学。可以讲啊，每天在极乐世界，那个心情好得不得了。上课开心，下课出去而度众生，亲近诸佛如来，也是满心的欢喜。有同学就跟我们私下讲嘛，哎呀，来到寺院呢，好像心情比较好一点。一回到家里面，一回到公司里面，一回到学校里面，就一副面孔。我们是不是这样子？那为什么要去公司上班呢？不是为张嘴喽，要养这个色身喽。那么，如果您结婚还有小孩呢，还要养家糊口。所以做人呢，说句实话，一个字就可以形容得出来。哪个字啊？累呀。我们大家累不累呀？累吧。不但老人累，大人累。你看小朋友他累不累呢？现在我们看到小朋友背那个书包都把我们吓到了。小学生的书包，那个尺寸重量居然超过我们中学生的书包。想当年，我们那时候69年出来的嘛，79年吧，算80年代好了。你看我们那时候背那个书包啊，是单肩书包，大家还记得吧？单肩的，后来才有那个双肩的书包，单肩书包就这么厚。现在是这么大一个包包，那小孩子，身材又小，只能够请呢爸妈帮他背。所以做人呐，越来越辛苦，怎么办呢？学佛就能够帮助我们大家摆脱这些痛苦。什么时候学，什么时候就能够得到真实之力。那不肯学呢，那就一次一次的在六道里面呢重复前面的事情，可能下一世比这一世还要辛苦，还要劳累。下面我们再看第三个方面，三明，这个明就是说明。明平等度生之德，彼土菩萨有大慈悲，愿饶益一切有情，故于一切众生不计亲疏恩怨。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向这些佛菩萨学习的。学什么呢？简单来讲，就是要用平等心看待一切众生，用平等心呢对待一切众生。不但要有平等心，我们至少也要把世间圣人的那个心拿出来。大家学过《弟子规》吧？世间圣人教我们怎么样对待别人呢？凡是人皆须爱。那佛家讲这个境界就更高了，改一个字，凡是物皆须爱。那个物，物体的物，物代表什么呢？物代表有情众生跟无情众生，我都要呢
平等的爱护他，平等的照顾他。但是我们现在啊，知道这个也好，可是呢，一旦真的遇到外面的境界啊，那个爱心可不可以发出来，还是很难。我们一般爱谁呀？爱自己的亲戚啊，爱那个对我有好处的人，我会爱他。那个曾经伤害过我的人，那个我的死对头，我绝对不会爱他。甚至心里面还怎么想呢？我不报复你就已经对你很好的了。这是什么见解？凡夫的见解。所以佛教我们大家要拓宽心量。多大的心量呢？你看大乘经典讲的多好，心包太虚，量周煞界。这句话大家是不是听得很熟啊？为什么每个礼拜您都要听一次？是不是啊？什么时候？三世心念吗？是不是？那维诺一拉枪，一开头嘛，不就拉枪呢？就唱这两句话，那个好啊！其实这两句话很好。其实那个书文呢，意思很深的。曾经呢，我们有一位师兄啊，就跟师父上人祈请，师父啊，您都已经把三十心念全部讲完了，还差一点点呢。师父说，差什么？还差一篇书文。您把书文讲一下好不好呢？啊，有这个祈请，但是呢，师父以后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讲。其实不讲好不好呢？不讲也好，为什么？让我们自己去悟。其实那个书文师父有没有讲呢？讲呢，在哪呢？不就在三十心念里面呢？是不是从头到尾一十二十三十讲这些经，讲这些咒，讲这个偈颂，讲这个赞，都包括了吗？这个叫会听会看。那么这里也提到吗？愿饶益一切有情，这个心量就很大。有情就是指的一切有情众生。我们呢，对于这个亲疏恩怨呢，用平等心来看待。亲就是说跟我们关系缘分很深的一家人，疏呢，这古人常说嘛，九族六亲。可惜现在啊，我们看这个时代啊，跟古时候就不一样了。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三代同堂的现象。在古时候，不要说三代同堂，很普遍，几乎都是这样子。那还有更好的呢，四代同堂，最殊胜的五代同堂。像乾隆皇帝，他们一家人就是五代同堂。这个恩怨啊，对我有恩的人啊，那个曾经伤害过我的人，我呢以平等心来面对。佛家常说啊，冤亲平等。大家看这个佛经呢要特别细心，他是把那个冤呢、冤就是冤家对头嘛，把那个冤放在前面，把那个亲的放在后面。那个对我们越是不好的人，您反而越要去爱他，越去照顾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唯有这样去做，才能够化解夙愿，才能够帮助我们这一生临终的时候顺利往生西方净土。其实我们学佛学一辈子，念佛念一辈子，念到最后您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临终的时候没有人干扰您呢？旁边的人都是帮您助念念佛的人，没有人来找麻烦的。所以佛门讲嘛，要把功德回向给大家，包括谁呀、包括我们的恩怨这些众生。千万不要再跟任何人任何动物结下新的冤仇，很重要。底下再讲，亦无彼我
之分，更无违愿之想。这里就说了，我们就不要心里面有什么呢？彼我的分别，也不要有呢违愿的执着。那个想啊，就是执着。我们在生活当中啊，真的是这个心啊，没有什么定力。稍稍别人说一句话，我们听了就不高兴，您就怎么样呢？眼睛就瞪起来了，嘴巴呢，啪一句话就说出去了。说出去的话，瞪出的眼神，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盆水一样，收不回来的。人家收到这个信息，他心里就很不痛快。我们知不知道因果？我瞪人家，以后人家会不会瞪我呢？肯定会。我如果以慈眉善目来看待人家，人家怎么看待我们呢？他也是用和颜悦色的眼神来看待我们。真的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视同一子，平等普度。这个义子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独生子。你看，做爸妈的照顾小孩啊，就还是照顾什么？照顾独生子、独生女一样，非常细心。佛菩萨看待我们就是这样的心情。故经云：“亦无彼我违愿之想。”凡是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不如意的人事物，我们都要想到三世的因果。没有前世的因，决定不会有这一世的果报；没有这一生的造作，肯定不会有来生后世的那个果报。下面呢，提出个问题：何以故？为什么呢？底下就给我们解答了：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下面的解释：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以下数句经文从名自他二立与平等说法之德行。修行的功夫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就看我们处事待人接物是不是永远保持住清净心、平等心。因由刹度生，均不离说法也，但说法不能离自觉。这个讲得太好了。当然这个都是说极乐世界的菩萨了，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可以到诸佛刹土，包括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包括我们这个地球，他们来到这里做什么呢？讲经说法。但是要把这个经法说好，首先要具备什么能力啊？自觉，就是前面所讲的自立了。自己要有根本智，才能够谈得上什么呢？启发人家的智慧。故下云：舍离一切执着。我们真的能够对一切法都不执着了，你就怎么样啊？成就无量功德。什么叫无量功德？就是后面两句话所讲的：以无碍慧解法如如。这可了不起的，这个智慧是什么智慧？是没有任何障碍的智慧。我们说的比较通俗一点，人家问您任何问题，您都能够随问随答。用一句赞美上帝的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心清净，他平等，他心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也没有妄念，就会有这种能力。而这个无碍慧起作用，就是后面一句话解法如如。所以您看这个话啊，都是因果怎么样呢？紧密相扣，缺一个都不行。
解就是明了、理解、了解。法呢，就包括一切法，世俗世间一切法。对于任何一切法呢，他都知道这个如如。什么叫如如啊？经上讲的好啊，一切法皆如。所谓的相如其性，性如其相，性是一体，法是万法。一切万法从哪里来呢？从那个体而来。体是什么？体就是我们的心，或者讲性，或者讲体都可以。所以整个宇宙它怎么产生的，大圣经典讲得一清二楚，一句话就交代明白了。一切法从心想生，都是从自心里面变现出来的。所以如果您好奇哦，这个地球怎么来的，你看现在天文学家是不是一直在探索这个外太空，想要了解我们地球它的演变，想要了解呢其他的星系是怎么回事。佛经早就有这样的答案的，您看到华严经就一清二楚，世界成就品说得多清楚。那说得简单的呢，贤首国师所写的修还傲止望尽还原观前面的三段就已经讲出来了。它只有六段，前面三段呢就已经把这个宇宙的真相用极简短的文字我们做了一个介绍。所以说如果有同修想要学华严经，您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那就可以专学什么呢？望尽华严观。想深入了解呢，那就是80华严，再加上40华严。后面讲到此四句以舍离执着为守者，因此是为入道之关键。世尊睹明心而彻悟本心，开口第一句便道：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为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所以啊，我们想要这一生修学圣教快速入门，您做到什么最好的？放下执着，放下分别，再把那个妄念也放下就好了。所以当年呢，我们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做一个很好的示现，19岁出家，把烦恼障放下了。到了30岁，夜睹明心，人家怎么样呢？把所知障也放下了。二障一放下，智慧就现前，就是前面所讲的无碍慧现前的。那现在就说我们了，我们大家可不可以在这一生当中做到这一点呢？可以的，那现在就看大家愿不愿意放了。麻烦的是什么呢？心里想放，事项上又做不到，是不是？那为什么还做不到呢？还是在于我们这个经教熏修的力量还不够。换句话说，每天读经时间不长，读的遍数不够多，念佛时间也太短了，念佛的功夫呢也太浅了。果真念到理心不乱，那这个无碍慧您也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我们现在在这里跟大家报告无碍慧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懂不懂的？我们只懂什么呢？只懂那个文字表面的意思，但是它里面那个意境呢，我们还无法真正体会到。如何
如何能够真正晓得呢？念到离心，自然就明白了。所以古人也讲嘛，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下面呢再总结，故知舍离妄想执着，当下便是如来智慧德相，故经续云成就无量功德。谁不希望自己啊能够拥有像佛那的啊智慧德能相好呢？都希望，可是希望是一回事儿，那还要把佛所传授的理念方法真正做到。我们现在修学净宗嘛，怎么样让自己恢复到如来的那种智慧德能相好呢？本经有两句话就讲得一清二楚，所谓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听说现在国内嘛，是这个好像考试是不是中考，前几天是大考，假如这些考生都能够有这个安排一点时间出来，每天安排一点时间出来专心念阿弥陀佛，专心拜阿弥陀佛，我们敢这样子讲，他能够每天拿出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专心修学净土法门，肯定会让他考试的成绩有提高。但是相信人又有多少呢？肯做的人又有多少呢？所以有一些国内的同学啊，他的小孩啊、孙子啊，这几天要考试了，他们也挺担心的，就怎么样呢？就把他的小孩啊、孙子的名单发给我们，发给我们做什么？法师啊，拜托您把您每天的讲经的功德可以回向给我的孙子啊，给我的儿子女儿。你说我们要不要帮他回向呢？当然了，我们还说不光是您的小孩，所有这段时间考试的考生都有份。他说太好了太好了，既然回向嘛，就怎么样呢？全部都回向，是不是？不要只有单独几个吗？心量大一点吗？这古人说的好吗？量大福大，您量大啊，那个跟人家结的缘就大嘛，学了就要用，越用啊越高兴，越用呢越欢喜。下面再给我们解释啊，这个无碍会是什么？它是指圆融通达之智慧，在《无量寿经》为一本写的是无碍智，《大集经》云：“无碍智慧无有边，善解众生三世事。”诸位同修，您看了《大集经》上这两句话，想不想证得无碍智慧啊？想吧，为什么呢？有了这样的智慧哦，那对于一切众生，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事情，全都知道。所以贤公老上说那句话意味深长啊！贤公老上说什么？我啥都知道，不就是众生三世事，他都晓得喽，就这个意思喽。有《法华经·化成喻品》里面说，如来无碍智，知彼佛灭度即声闻菩萨，如见经灭度。佛法在世间，我们也要知道都是因缘生法，它有实现的这个八相成道。那佛菩萨也包括阿罗汉在内，他们住持一段时间缘到了自然就走了，不管他来还是走，人家心里面呢都干干净净，毫无牵挂，没有一点点想法，来去自如。
接着再解释啊，解法如如，这句话意思很深。在《静书》里面说，解法如如，视其理解。什么意思呢？就说他把那个道理啊，真正搞清楚了，搞明白了。空同曰如，解之一切万法皆如，名解如如。真正知道啊，一切法都是如。这个皆如呢，前面说的，我们一定要把它记住。一切法都相同，一切法都平等，一切法是不二法。念老下面就讲了，如如乃楞伽经所说无法之一。这个我们在前面呢已经跟大家简单说过。无法。无法是哪无法呢？名、相、妄想、正知、如如，这是无法。所以一般唯识家呢，他们这个讲啊，唯识经典的总纲领就是两句话：无法三自性，八事二无我。我们大家为什么既看不破也放不下呢？没有把这两句话搞清楚啊，真正参透了那就了不起了。我们光是说那个二无我，人无我，法无我，这把整个宇宙说得一清二楚。整个宇宙是怎么现象呢？一个字就可以形容出来，一场空，连那个空也空。听到这儿大家应该心情很好，为什么？都假的，是不是？既然都是梦幻泡影，还什么好生气的？还什么好执着的？好懊恼的呢？不开心的呢？没有这个想法。好，下面再讲呢。法性之离体，不二平等，故云如。彼此之法皆如，故云如如。你看这个古大的解释啊，很细心的。先讲一个如，再讲如如。这些话呢，就说明呢，万法是平等的，万法是没有高低之别的，万法都是如，如其性。所以我们跟阿弥陀佛是什么关系啊？上次不是说了吗？阿弥陀佛就是如，我们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们。所以中峰国师在三十心念里面不就讲得很清楚吗？阿弥陀佛就是我心，我心呢就是阿弥陀佛。哪一天我们真正呢入这个如如的境界呢？现在我们算是什么？说一句话大家不要生气啊，我们现在算是什么？我们现在算是纸上谈兵，只是在字面上哦，把这个意思稍微说一说，但是还没有契入。何时才能够懂得这个如如境界呢？必须要明心见性才行。但是我们到达极乐世界就行了。为什么？到达极乐世界，您就是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就是，其实也就是佛，只不过是分正佛。在佛的加持之下呢，您的智慧就会开启。所以这里还有一句话说，它是正智所弃的离体。那么正智呢，也是属于、无法里面的一个。所以如如呢，是正气所弃入的这个离体。多看经典呢，的的确确能够拓宽我们的视野，帮助我们呢敞开心量，让我们能够包容一切还不能够包容的人事物。下面再引用《大乘一章》里面的一段开始，也说得很好。言如如者，是前正智所弃之理，诸法体同，
故名为如。就一如中，体被沙界恒沙佛法，随法变如，如亦非一，彼此皆如，故名如如。这里有提到一个名相，亦如。亦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任何一法。那这个一法小，小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是恒河那一个河底的细沙一样，那么样的细微。其实那个沙眼睛可不可以看得到了？还是可以看得到。那算不算是很细啊？还不算，还比它更细的。那最细的多小呢？就是科学家现在所看到的，当然就是用仪器见到的微中子。你看，那就是特别特别细的一个最小物体。随法变如，如亦非一。这个如的意思多，性德多，起作用多，但是体呢都是一个。彼此皆如，所以叫做如如。如如不可思议，我们一般人呢想不出来，说呢也说不出来。那怎么才能够真正知道啊？佛门讲嘛，唯佛与佛方能究竟。等到您到达极乐世界了，自然而然对这个情况呢就非常清楚了。下面再引用啊《无量寿经会疏》的解释。如如是不疑不异不空不有之意，正是中道第一地相也。这句话也就是经上所说的心行处灭，言语道断。所以我们对这个如呢，不能够说它是一一个，也不能够说它是异，异就是不同，也不能够说它是空，也不能够讲它是有。说来说去到底想说什么？这个如呢，它确实是存在。什么时候存在呢？随时都存在。它在哪里存在呢？无处不在，到处都是的。所以啊，这个佛门有一个术语讲到这个本体，有时候经常讲佛性，有时候说那个法性。其实佛性法性呢，看起来好像是对不同众生来说的，那但是你仔细看，佛性法性是不是同一个性呢？还是同一个性。所以叫做什么呢？叫做如如。因此呢，我们看待任何众生都要用平等心来看待。我们就说这张桌子好了，这张桌子他听不听得懂我们在台上做的报告啊？您怎么知道？您会跟他交流吗？那桌子听不听得懂呢？其实福报最大的是哪一个众生呢？就是这个桌子，还是这个麦克风，是不是？麦克风对着法师的嘴最近，所以他听这个法哦。你看，我们人可能还会缺课一两堂课，但是跟麦克风这个桌子是绝对不会缺课的。仔细观察这个桌子的麦克风，每天闻法特别高兴。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有见闻觉知。可能一般人听了之后就觉得你讲的是你在说什么，他又没有眼睛，又没有耳朵，又没有鼻子，他怎么听得懂？那请问你有没有看过江本博士的水实验报告啊？请问水有没有眼睛鼻子嘴巴耳朵呢？没有嘛。但是水懂不懂我们人的意思啊？懂。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整个讲堂要能够知道，这个讲堂所有众生他们福报特别大。这就是为什么您进到这个讲堂感觉到磁场很舒服的原因。因为这个讲堂里面众生他天天在闻法，那进到念佛堂也是感觉到身心快乐。那念佛堂里面众生就更不用说了，24小时都在念佛。
所以呀、我们对待一切众生呢，真的要用平等心来看待。好，下面呢再总结了，综上两说，就是大圣一章跟慧疏所讲的，彼此皆如，既如故不异，又曰彼此故不一，故云如异非一也。如如这两个字呢，普遍呢都在大圣经典里面常常出现。那么说这个呢，是让我们要理解到一切法的体相作用，体非异，相用不一，了解到事实真相，在一切万法当中呢，我们自自然然呢就不会起心，不会动念，不会分别，不会执着。那入了这个境界，您就是什么菩萨呢？至少也是原教初住菩萨。所以下面呢这个经文他就讲到佛菩萨他要度众生。我们看底下，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兴事语要在正论。底下解释，善知即灭因生方便者，慧疏里面解释，习就是即的意思，那四谛里面呢叫做即谛，亦亦艰苦，苦谛这个是世间的果报，那么灭呢是属于灭谛，含道之眼，所以那个灭里面呢有那个道，换句话说呢，这个就是讲的四谛法。大家都知道佛的第一个开悟的弟子是谁，是不是正果正四果的阿罗汉的尊者焦成儒，他对这个苦集灭道一听就入这个境界了。下面还讲因果相摄，故说四谛之教即因生方便。佛教化众生最主要的一个工具啊，就是讲这个用这个音声，因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绝大多数众生呢耳根最利，所以佛用这个声音来教学。那佛说这个法呢也是有先后的次第，讲什么呢？先讲这个阿含部，阿含部里面当然就包括这个四谛法。四谛法第一个讲什么？苦。诸位同修，我们从出生到现在有没有感受到苦啊？哎呀，其实人生啊，不但累，我们刚刚不是讲吗，人生不但累，那个累包括两个方面呢，身体疲累，还有什么心更累。那么再加一个字，苦。苦很多种啊，有二苦，有三苦，有四苦，有五苦，有八苦，不同的讲法。从投胎那一刻到最后变成一堆骨灰，苦从来没有间断的。那是不是化为骨灰之后苦就一了百了了？还没。假如他没有出流到，没有出十法界，他怎么样呢？还要继续在六道里面接着在搞这个轮回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要把这个人生的真相啊确实看透。佛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球当人呢？就说人好了，为什么这一生来做人呢？两个字，佛就把它讲完了。佛说什么？哦，他说了四个字，人生酬业。那个酬就是那个报仇的仇，就是那个什么，不是那个仇恨的仇啊，
是那个什么愁肠的愁，就说我们前世啊，接受到人家的恩惠，他对我很好，那我现在对他就怎么样呢？你就会报答他，就会对他很好。那如果我前世对那个人不好，他现在碰到我，他就会怎么样呢？他就会来找我麻烦。所以人跟人之间呢，就是那种恩恩怨怨没完没了啊，很苦。下面继续解释，此书以即灭即苦即灭道四谛法中之即灭二谛，故云即中以坚苦，灭中亦含道。今言即灭即表四谛。经文讲的简单，只讲一个即灭，可是即里面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苦，即是因，苦是果，这是世间的因果。那道呢跟灭呢是出世间的因果，道是因，灭就是果。那请问一下，我们念阿弥陀佛是什么？是因，对不对？那你得的是什么果报呢？它分两个阶段，我们在这里念阿弥陀佛是因，修这个因吗？果呢就是升到极乐世界。那升到极乐世界是因，将来您听经闻法继续修行又成佛，那个叫做果。而最后成佛是什么佛呢？竟然也是阿弥陀佛。所以净土法门很妙的，修的是这个因阿弥陀佛，将来得到的果呢居然也是阿弥陀佛。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法门叫特别法门？因为它是从果向因的一个法门，因就是果，果就是因，跟别的法门不一样。所以这个法门修得快，我们断烦恼呢比别的法门要那不晓得快速多少倍。修行呢真的还是要遵循佛所传授的那个方法最好。我们之所以明明知道苦还是不能够真正放下自己的成见，问题出在哪？就是没有做到看破。所以我们上一次汇报37道品，37道品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第一个要做到的就是四念处，观身不净，就讲这个身体不干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所以当年张家大师第一天跟师父上人讲了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说看得破至少要懂什么呢？要懂这个四念处，还把它做到，要学会观照的功夫。后面进一步说，又由于因入果海，果测因缘，因果相摄，小大偏缘，同归一圣法中。这就告诉我们因缘果报啊，关系呢挺复杂的，而且呢非常久远。曾经有人就提出一个问题啊，因果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来的呢？当出现宇宙的时候就有因果了。那你这个话不就是说哪一天没有这个宇宙，是不是因果就没了呢？还有没有？因果是对众生来说的，那佛心目当中还有没有因果这个念头啊？没有，顺着俗谛就要讲因缘果报，那讲真谛呢，所谓的一法不立，一法不存。所以佛说法他要看对象，有时候呢要讲二圣法，有时候要讲三圣法，有时候讲呢一圣法啊。不管佛是讲二圣法三圣法，
到最后把我们拉到哪一法呢？原来都是拉到了一圣法。什么叫一圣法呢？就是成佛之法。所以《法华经》上有一句话说得好啊，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真实说是什么呢？就是一圣法。其实诸佛如来来到世间呢，最想讲的一部经典是什么经典？无量寿经。最想传的法门是哪一个法门呢？净土法门。可是我们看大藏经呢，不是佛每一个阶段都是讲无量寿经的。那为什么要讲那么多的经典呢？像阿含呢，说了12年，方等说了8年，般若说了22年，到最后讲法华涅槃还说了8年。为什么说那么多？因为我们对这个难信之法很难相信，很难理解，很难接受。有两种人呢，遇到净土法门他就肯去做。哪两种人呢？一个就是上上根人，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二入，二入里面的那个理入。这种人呢，他一听他就能够全部融会贯通，甚至听一点点后面就不用完全讲，他就贯通了。这是一种人，这是我们常说的嘛，聪明绝顶的人。那还有一种人是怎么样呢？这孔老夫子也讲嘛，为上智与下愚不一呀。上上根人跟那个下愚的人，就是说根性里面最差的一种人。这两种人呢，不会动摇，不会呢，不遵守老师的话，老师一讲他就老老实实去做。就如同地仙老和尚的徒弟郭漏将老法师那个样子。说到郭漏将，哪一个瞧得起他？你说是不是？他做那个行业是什么行业啊？帮人家补碗的，比叫花子稍微好一点，穷得叮当响。可是后来出家了，人家怎么样呢？3年时间，老实听话真干，在一个破的寺院里面念佛寺，不到差不多1000天吧，竟然达到什么效果？走了，断了气了，我们讲死了，死了之后还能够站在原地3天3夜。诸位同修，我们是一个活人哦，现在这个活人吗？您有没有把握说站在原地？说时间短一点嘛，站在原地半天不动，我们用那个摄像机盯着您，在您的那个脚底下画那个粉笔，画个圈，告诉您脚不能够动。我们站没那个体力呀、啊。你看人家那个念佛功夫多厉害，死了还能够站3天3夜。所以他到达极乐世界、啊、他那个境界就相当高，不光是相当高啊，最高。用我们现在通俗的话讲，打破世界纪录。是不是？你看一下这个5000年的历史里面我们中国讲25史嘛，好像还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一个奇人。哎呀，可惜哦，70-80年前那个时候也没人帮他拍摄，也没有人给他照相，我们只有文字的描述才知道有没有这么一桩奇特的事情。这里讲的念佛啊，功效不可思议啊。此地讲于因入果海，这个因呢是指的众生的缘。佛菩萨到达极乐世界之后，不是闲着什么事情都不做，他们也很忙啊。忙什么？菩萨呢要天天向佛求学，还要同时呢看跟哪些众生呢有那个缘分，还要度他。因测果测因缘，这就是说因中有果，果中呢又有因，因果相摄，小大偏圆。所以因果这个关系啊，它是互动的。
紧密相连。小是讲小乘法，大呢是大乘法，偏是指的别教，圆是指的圆教。不管它是哪一个教，到最后怎么样，同归一圣。这就是佛呢度众生的终极目标，一定要把我们大家度到成佛了，佛才不会怎么样呢，不用担心我们。我们现在还没成佛，所以他呢一直在照顾我们。故说四谛之教，是即方便而说，名为音声方便。这里讲的蛮清楚的，佛讲这个小乘教，讲那个别教，都属于什么？都属于方便说。那方便说的对面是什么呢？就是真实说。请问无量寿经是不是真实说？是的，不但是真实说，而且还是真实当中的真实，第一真实。有净影书曰：善知喜等。这个喜呀、啊，就是急的意思。说到习啊，我们每个众生呢都有，但是我们一定要有好的习，不要有坏的习，多加一个字，习惯。我们现在养成个什么好习惯呢？喜欢读佛经，喜欢听佛经，喜欢念阿弥陀佛，喜欢拜阿弥陀佛，这个好。是其教解，习善之教名习音声，灭恶之教名灭音声。这些话也都说明了佛菩萨教化众生啊，是没有一个定法的，法无定法，所以啊，完全看对象啊。纵然是同样一段经文呢，大家如果听这些高僧大德的开示啊，你就发现什么，遍遍都不同。更甚至于同样一个人讲同样一个主题，对他所讲的开示也不一样，这个真的是很妙啊。不要说世间圣人呢已经有这么强的能力，我们看孔老夫子，大家读过《论语》吧，你看《论语》里面呢，孔老夫子就回答不同学生提出的问题，我们比较熟悉的有人就问他孝，孝道的孝什么意思，那每一个人得到的答案怎么样，都不尽相同。可是讲到呢，都入到那个学生的心坎里面去了，那就是他要的东西。这就是孔老夫子，他有那个无碍慧，没有障碍的智慧，他才能够看得清楚，会观机。菩萨于此悉能善解，故名善知，于中巧之，故曰方便。巧就是巧妙，所以这个方便呢也称为善巧方便。其实大家要知道，我们中国人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讲的话，很多话都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佛经里面的。你看这个方便是佛家的说法嘞。还有一句话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常讲嘛，不可思议，是不是？其实不可思议我们懂不懂？不懂。为什么说不懂啊？我们有思有意，您说那个话就是有思意，明明教我们不可思也不要去意，为什么还要思意？您还有思还有意就不知道不可思议，哪一天您不思不意就知道不可思议，好像是在绕口令一样的，大家听得明白吗？听得明白哦，常常听经的同学应该比较懂。所以啊，这个方便呢也叫做什么呢，这个善巧方便。好，下面是嘉祥书所讲的。善知习灭音声，明就是说明的明，明慈无碍。这就讲到啊，佛菩萨他们有很强大的演说的技巧啊，说的让听众哦既能够听得懂
也很高兴的接受，这个叫做什么呢？慈无碍，慈就是言辞嘛。念老就说啊，诸说不妨同参呐、啊。经论还有祖师的这些说法呢，他老人家就建议我们把它综合起来，一起来看，一起来学习。后面呢还有两句话：不兴是愚，要在正论。这个是愚呢，就是指世间学术言论。佛菩萨对于这个没什么兴趣，一般都不谈这个。他们喜欢谈什么呢？那个乐不读乐的音，读要，要就是爱好的意思。要在正论。那我们问呢，什么又叫正论呢？你看慧疏就讲了，明其离过，为非世间无义之论等。世间的言语文章哦，说句老实话，您仔仔细细看过听过之后啊，对我们了生死，帮助我们破迷开悟，一点效果都没有，做不到。所以这些话呢，佛菩萨都不讲。那他们说什么呢？就是后面所讲的，专要说出世大圣究竟了义故。说的比较浅白一点，佛菩萨给我们讲什么？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这一辈子真正离苦得乐。就净宗来说，我们离开六道就是离究竟苦，往生到西方净土呢，就是得究竟乐。后面念老再做一个总结，究竟了义第义地之言，方明正论。那么这个境界啊，相当之高。哎，那我们就净土中来说，正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一天到晚所念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正论。所以啊，古人说的好啊，千经万论到后来回归到哪里呢？都回归到阿弥陀佛这里来了。还有一点，您亲近再多的佛，那这么多的佛到后来要您学哪一个法门呢？还是学念佛这个法门。念佛做什么？念佛在现前来说，能够使我们得到身心健康，能够使我们消灾免难，能够使诸位同修家庭和乐，能够使您的事业顺利，能够使这一个社会安泰，能够使这个国家呢昌盛，能够使天下呢太平，整个宇宙和谐。大家要不要？要。这个在后面第37品你就看到了，学习佛法好处多啊，念佛的真实利益不可思议，而这个才是世间的利益呢。那出世间法的利益是什么？永断三种惑，见思惑，尘沙惑，那个惑就是迷惑的惑，还有一个无明惑，把这个都断掉了，您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所以我们呢，认真学佛，认真念佛啊，眼前可以得到真实之力，将来到达极乐世界呢，那个利益更加的殊胜，所以学佛非常好。好，今天呢，我们就学习到这儿。莫学悟圣出席念讲，难免有讲错以及疏漏之处，如果有任何错误，敬请诸位大德予以批评指正，谢谢大家，阿弥陀佛。